大家好，今天要来打底，一次打两张画布底，在家里衣着比较居家，大家不要介意哦。那我们开始吧，全麻画布。那这个 LV 的 Jason， 它换包装了，前视角这样。打第一层底，长边的方向。再帮另一张画布打第一层底，用这个80号的砂纸打磨第一张画布，再换短边的方向打第二层底。接着第二张画布也是打磨打第二层，两张一起打磨，一起打第三层长边方向。换150号的砂纸折成这样，两张一起打磨。第四层坐着了，短边方向打磨。第五层旁边方向，打磨。为什么还要打底呢？为了让画布的纹路不要过于影响画面，所以我会打 Jason， 让画布表面平滑一些，但也不至于完全看不到画布的纹路。也有的人会用 Jason 做一些肌理，配合他希望画面最后呈现的效果。不过这两块画布都是要拿来画余景的，平滑一些会比较合适，所以还是要看画面的需求来决定要打什么样的底。那今天分享到这边，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我。如果想看更多作品，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之后日记会发布《等雨停》和《未知》这两件作品的绘画过程，敬请期待哟。我是黄小军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